主料：猪肉250克，白菜一片，木耳20克，香菇20克，虾100克，马蹄30克，芝麻、胡萝卜30克。辅料：鲍鱼汁、葱、姜、盐、淀粉、麻油、生抽、鸡精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，要煮泡软后撕碎。胡萝卜、马蹄、木耳切碎，葱姜切末，虾去头即可取虾仁后剁成虾泥，猪肉剁成泥，将步骤一和二的材料及芝麻倒入虾和猪肉泥中，倒入生抽、盐、麻油、鸡精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打至起胶后备用。白菜从中间横切一刀，取白菜叶，放入开水锅中煮水5秒后捞起，将菜叶铺在菜板上，放入肉馅，包成手掌状，上锅大火蒸10分钟，取出后用刀划几条纹路做出佛手造型，将蒸出来的汁滗入锅中，加入鲍鱼汁烧沸，用淀粉勾芡，淋在鲍汁八宝佛手上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调肉馅的时候要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肉馅才能起胶，口感更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